异乡答题不忘拍马屁，让主持人听了内心松叽叽。下列哪一个是昂贵的生干贝？得列 A 正确。下列哪一个是法国斗牛犬？念念 B 正确。谁曾经跟刘德华一起演出电影？微微 A 梁咏琪正确。B 是彰化梁咏琪。请问哪一位艺人是昆达？这个有眼睛都看得出来。A。正确，因为 B 是孔刘， B 是梁鹤群，好不好？